再把圣经打到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二节。找到没？三十二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好，我们一起来闭目。天父，感谢赞美你，阿门，因为你是何等的慈爱，阿门。今天你没有丢弃我们这些小群为孤儿，阿门。借着你的话语，不住引导我们归正，阿门。使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阿门。因为你爱你自己众儿女的凭据已经显明了，阿门。你要在这个世代中间招选属于你自己的儿女，阿门。并且用真道使我们能够回归到你的面前，阿门。求你保守我们这几天的聚会，阿门。把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交在你大能的手中，阿门。求主你按照你的应许给我们成就，阿门。你除去一切的拦阻，除去一切的搅扰，在我们中间亲自说话，用你自己的真理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每个人都降服在你的话语中间。求你亲自来喂养你自己的众儿女，按时分粮给你自己的教会，供给你自己的众儿女，使我们在你面前得饱美食，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丰丰富富将你的道存在心里。求你开启，求你引导，赐给我们充足的信心来接受主你的话语，接受主你的应许，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大能的手中，求主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每个弟兄姊妹心中运行，与你自己的瓦器同在，你亲自借着他的口把你的道丰丰富富地临到我们，赐给他刚强壮胆的心，赐给他口才智慧，赐给他权柄和能力，让他在这里传讲天国的福音，使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窍得以开启，能以明白救恩的奥秘，能以持守你所传给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大大地赐福今天的聚会，使今天的聚会达到主你的面前，使弟兄姊妹的心灵也降服在主你的面前，向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我们继续来交通教导与教训。那么这里面是耶稣讲的话，耶稣对谁讲的话呢？这段话其实是耶稣基督的教导的话，是不是啊？但这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很多的弟兄姊妹理解不了的，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接受的话语，我们直接直白的用肉体那个角度去领悟这句话就没办法接受。因为这里边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那你爱全世界的人，但你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爱全世界的人呢，你也没有那么大的爱，这个爱必须是长阔高深的爱。这里边说，你们若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弟兄姊妹，很多的人就想方设法爱那爱他们的人。那么今天我们要看，我们要看，先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好了吗？我们看主说的爱是肉体的爱，是属灵的爱。如果我们直白的就把这句话拿过来用肉体去爱那爱我们的人，不爱我们的人，去爱我们的仇敌，
甚至爱全世界的人，我们也够不着，是不是啊？用肉体没有办法够着，就是你的灵舍你也没办法够着，也爱不了。我们看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这是对提摩太说的话，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异教就是异端，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种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什么上建立的章程啊？信上。那么神今天要在信上建立章程，的确是上帝要求爱，要求爱我达不到，那个要求那个爱不是要你爱，其实这是反话，这又是反话，是不是啊？他要求你爱，谁能达到那个爱？爱人如己呢？达不到，达不到。爱别人如同相爱自己的，谁能达到？唯独主耶稣基督能达到，任何人都达不到，唯独神自己能达到，人达不到。那人达不到，为什么还教导人，叫人啊去爱人如己呢？明明知道人达不到，是就知道你达不到，才那么教导你。那么教导你，上帝这话就另外有意思，是不是啊？不是原来那个意思。要爱人如己，我们用肉体直接去爱人如己，直观去爱人如己，爱不了他。连你的丈夫你也不能爱他如同爱自己，是不是啊？你吃饭往你嘴里吃，不能往你丈夫嘴里吃，你信不信呢？是。你要想爱人如己，你喘气得往你的肺子里喘，你不能往你丈夫肺子里喘，是不是啊？是。这爱人如己是指基督说的，基督是爱人如己，基督就是神的爱，不是指我们这个肉体能爱人如己。如果直观看见爱人如己，一下就憋在那个地方，就我也爱不了人如己，那我这进不去天国了，是不是啊？你就会这么想的。那么我们要看他是对灵是对肉，如果对灵说，那你用肉成全肯定成全不了的，是不是啊？这里面讲的这个爱怎么来的呢？也不可听从那荒谬无凭的话。首先你要想在真道上站立的稳，使基督的爱在你里面做主，那么你就不能听从那荒谬无凭的话，是不是？和无穷的家谱，因为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什么上建立章程啊？信上。不发明神在信上建立章程。那么神把所有的道都借着信在我们心中建立章程，是不是啊？是。他所赐给我们的道就是借着信存在我们心中，道就是爱，道显现了那就是基督所要求那个爱，道没显现我用肉体的方法想方设法要去爱，等到死了那天都爱不出来，你信不信呢？信。离开这个世界你爱不来，因为你没明白耶稣说过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对灵说话我们往往误解，第一个直观感觉就用肉体去成全去了，要想爱人如己，达不到就灰心，是不是啊？达不到就灰心，退后冷淡，就不想走了。这主说的话那谁能达到呢？也达不到啊，那肯定达不到，你要能达到就坏了，就是叫你达不到。他把标准提得越高越叫你达不到，越叫你达不到越就证明他不是要肉达到，而是要灵达到。肉达不到灵达，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不是肉能达到的，而是灵达到，是不是啊？最后就告诉你，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叫你接受他的生命。你不接受他的生命，你永远也达不到耶稣所说的话，对不对呀？对。好，这么看。所以奥秘，提摩太前后书也是很奥秘的。有人说，你给我们讲讲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这一句话，在信上建立章程。工人首先，提摩太是前后书主要给工人写的。神家工人写的，那么上帝先要求工人，工人达不到，没有办法带领众群羊，那么首先叫工人先在信上建立章程，是不是啊？是。提摩太后书说，不是因我们的行为，神救了我们，不是因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神什么？这恩典是什么？
我们看这段经文啊，第一章的这个要解和第二章的要解都在这个第一章里头。第一章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在万古之间，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他救我们，不是我们自救，不是因我们自己的行为，你必须不建立在我们的行为，人肉体的行为上。对对，爱是肉体，是肉体的行为吗？爱是肉体的行为吗？不是。爱是肉体能达到的吗？爱人如己是肉体能达到的吗？达不到，达不到，累死你也达不到。你就想，神要求这个标准高不高？高。那标准是谁？耶稣基督。谁能达到耶稣基督这个标准？爱人如己，耶稣是爱人如己的，他爱到什么程度？爱人如同爱自己，所以他住在你心里，他住在你心里才能达到爱人如己的目的。那你能住在别人心里吗？你住在。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成你的生命，那你就没办法爱主。耶稣这个属天的生命，他是道成肉身的主，是神成了肉身的，他化成了肉身，并且从死里复活，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把我们的生命和他的生命联合在一起，那是爱主，是不是啊？是。那我们想方设法用肉体达到爱人如己这个目的，非但达不到，而且在我们这条路上有许多的拦阻，甚至于传道人逼着弟兄姊妹爱人如己。他说那个爱人如己都是什么呢？地上的小事。爱人如己，一章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间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如今说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好，感谢主的恩典。你看这两卷书，一个是提摩太前书，一个提摩太后书，前面说在信上建立章程，这段经文说是神召以圣召召我们，并不是按我们自己的行为，那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间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早就赐给我们的。那么第一提摩太前书的一章这里面说第五节，前面说在信上建立章程，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从哪来的呢？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生出来的肯定是基督的生命生出来的，不是我的生命。我有了基督的生命，那就一定能生出来。怎么能生出来？基督生命长大了，自然就生出来了，是属灵的生命生出来的，不是属肉体的生命。所以那个就你们爱你们的仇敌，这爱从哪来的呢？我们看罗马书，爱人如己这句话，按照肉体说它是反话，它不是对肉体说话。什么是反话？就是不是要你肉体达到，这叫反话。他没说要你用肉体达到，但今天教会强逼着弟兄姊妹用肉体达到爱人如己。肉体是舍己呀，是爱人如己。舍己。耶稣明明在四福音中间提到了，若有人要跟踪我，就当舍己，不是爱人如己，是舍己。舍己表明己有没有爱呢？己要有爱，还用舍己吗？啊，你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一面叫舍己，一面叫爱人如己。如果你用肉体这个角度去一听，就坏了。这边叫舍己，那边叫爱人如己，这不上帝不是前后矛盾吗？己都舍了，还能爱人如己吗？舍己的目的就是叫你不用己来爱人如己，是不是啊？舍己表明说不用自己，舍掉自己，舍是舍掉，弃掉，是不是啊？一个弃掉自己没有自己的人
才能爱人如己。有自己的人怎么能爱人如己呢？有自己就爱谁？爱己，不能爱别人如己自己了。唯独没有自己，那么耶稣基督是没有自己的，虚己，才能爱人如己。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舍给我们，这是真正的爱人如己。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每一个人，并且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灵和我们的灵合而为一，这叫爱人如己。不然的话，说是喊空口口号，现在空喊口号，现在教会中间空喊口号的多不多？多呀。弟兄姊妹要爱人如己，他从来不跟你解释，他不跟你解释怎么爱人如己。一个不舍己的人能爱人如己吗？一个不舍己的人在己里活，己里没有良善的。正如保罗说，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的，是不是啊？一个没有良善的人怎么能爱人如己呢？没有良善的人，没有爱，怎么能达到爱人如己呢？所以许多人就把爱人如己这句话天天就安在弟兄姊妹身上，哎，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从来不给解释，就按字句。其实这按肉体说，它是个反话。人想达到爱人如己是不可能的，得基督达到爱人如己。基督达到爱人如己，那就必须我舍己，我不活着，丧掉我的生命，是不是啊？丧掉谁的？自己的。丧掉自己的生命。凡是丧掉自己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这个丧掉生命的，就表明我的生命又要舍又要丧，是不是啊？为什么要舍？要为什么要丧？表明我里边没有爱，是不是啊？无爱，没有良善，没有智慧，没有公义，没有圣洁，不能自救，所以要丧，要舍。耶稣基督就这么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为我丧掉生命，必要得着生命到永生。神为什么在前面提出丧己、舍己，后面就说什么拆毁、灭绝罪神？灭绝，不要靠罪神去爱人如己，要靠罪神爱人如己是不爱人如己，不要靠罪神爱人如己是爱人如己。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这里面根本不是对肉说话呀，往往我们就把那个不是对肉说话，直接就针对肉了，是不是啊？这就导致很多的弟兄姊妹走不上去了，走不了了，这条路没办法走了。你看往前走要爱人如己，这谁能爱人如己？就在那雾那里头了，我车就雾在那沟里去了，没办法上来。那么我们很清晰地看圣经，你不能看这一段经文爱人如己就拿这段经文出来，然后你看上帝要求是什么？先舍己，丧掉自己，恨恶自己，是不是啊？对不对呀？对，恨恶自己，对不对？他这么说是不是有目的的？有目的的，对不对？对，拆毁灭绝罪神，灭绝脱离自我，是不是？是。拆毁灭绝，还有什么？脱离这圣经里这话多不多？多。罪神灭绝，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这就表明不是用自己的屈死的身体来达到爱人如己的目的。这是对肉体来说，这是一句反话。你们要爱人如己，耶稣要求这个标准高不高？高。
高，谁也没有办法用肉体达到爱人如己这样的目的，这是达不到的。如果你把这样的经文直接应用在弟兄姊妹的肉体上，试试看，你的丈夫你能达到爱人如己吗？你的孩子你能达到爱人如己吗？你的父母你能达到爱人如己吗？根本就达不到。耶稣讲这句话把标准抬得更高了，高不高？高。高到什么程度了？达不到。达不到，你够不着。高到什么程度？天和地之间这个高度，这个差距。人用属土的生命是地上的，去达到耶稣要求那个属天的标准，永远是不可能的，永远是够不着的。那么上帝就叫你够不着，你够不着才好呢，你要够着就坏了，你就神了。这就说明上帝以神的角度说话，耶稣基督以神的角度说话，谁能达到神的标准？达不到，没有人达到。你要达到神的标准，你还用接受神了吗？不会的。啊，你就不用接受神了，你就是神了，你都能达到神的标准。他用一个最伟大、最无限的，是不是？最圣洁的、最有能力的这一个标准。最荣耀这个标准去衡量地上的人，去叫地上的人去达到这个标准，没有人能达到。耶稣说话错了吗？不，他说话是绝对的真理。阿们。耶稣说话是不是硬逼着我们？是。不是的，他不是要逼我们，他是要干什么呢？把我们引到另外一条路，叫我们接受那位天上神的那一位无限神的生命，是不是？用他的生命达到他的标准，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用他自己的生命达到神自己的标准，不用你的生命。你是有限，神是无限的，对不对？你是软弱，神是强壮的；你是愚拙的，神是智慧的，是不是啊？是。你想想看，用有限的人肉体去达到那无限神的要求，能不能达到？不能，这是绝对不能达到的。所以既然是绝对不能达到的，我绝对不能用肉体来成全。用肉体成全就变成无知的迦勒泰人，是不是？是。无知迦勒泰人就用肉体达到。现在当今教会无知的迦勒泰的教会多不多？多。你别看他们不是迦勒泰人，他们也是无知迦勒泰人，因为他效法无知迦勒泰人用肉体成全。上帝是要我们用肉体成全，还是不叫我们用肉体成全？不叫我们。其实说这些话就是要叫你接受一个能达到的那一位救主，使他的生命在你里面长大成人，长得满有基督神量，才能达到。你就干脆投降吧，行不行？行。你就干脆投降。主啊，我投降，我达不到。感谢主。主啊，我投降了，你干脆投降吧。其实就叫你投降。他要把那一位能达到的放在你里面，是不是啊？是。就像一部电脑似的，这一部电脑的配置直接影响它的速度，是不是啊？是。直接影响它的速度。电脑。配置好的电脑和配置不好的电脑运行的速度一不一样？不一样。上网的速度一不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那么今天我拿一个 CPU 处理器是3000+的，对不对？我拿一个内存卡，内存是0.几的，啊，我拿一个那显卡还不到1G的。那主板那都老掉牙的主板，声卡也老掉牙的声卡，是不是？音箱也老掉牙的，硬盘也老掉牙，几G硬盘拿回来运行，所以我要操作一个大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对不对？能不能操作了？不能。你运行不开呀，一打着了，一要个点上死机了。
连个网页你都打不开，你还在那啥，还是还要用这个网页打不开，这个要运行一个大的软件，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要想运行大的软件，主板需要换，是不是？是。处理器需要换，内存卡需要换，硬盘需要换，显卡需要换，你这整个的电脑都需要换，才能运行开来。因为什么的配置就运行什么的软件，对不对？对。那上帝现在要求的已经超负荷了，要求你用肉体来说已经远远的超负荷了，超负荷你再去运行就得死，你信不信呢？是是。超负荷，什么叫超负荷？你明明能背动50斤的，给你5000斤的，你上去一背就把你压死。是不是啊？是。他超负，他要求的超负荷，对人肉体来说，他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的事儿。这就说明那一位有能力的主能达到。爱人肉体这句话是有能力的主能达到。我没有能力的肉体达不到爱人肉体，达不到的。我今天我来这样聚会，有没办法去爱我家里的人，我就选一个。但耶稣不用。他的灵是参透万事的，他不用，他这边还跟我还说话，那边可以跟任何人说话，他是洞察万人心的。那我不用他的生命，我就用我的生命，蠢不蠢？蠢。愚不愚昧？愚昧。笨不笨？笨。笨呐，那是特别笨的，蠢笨的人才那么干，是不是啊？是。那吊车能吊了那大箱子，我去抬，我去高肩肩扛，压死你。如果那个东西，如果人能抬动，还用吊车吗？不用。是不是啊？是。所以耶和华的话语如同火焰，如同电光一样。我没有办法去用我的肉体去接受主的道，是不是啊？高压电，那个电是高压电，我用肉体去抓那高压电，这不就死吗？就死嘛，是吧？你们要抓那高压电，那我肯定不用肉体抓，是不是啊？我制造一个机器，制造一个别的一个东西，绝缘体，我去抓它，是吧？你把那高压电用剪子给它绞断，给它剪断，这时候你就想方设法拿个铁剪子上一剪，叭把你电死了，把你整个都烧成灰了，是不是啊？是。这样的要求不是要叫你用自己用剪子把它剪，有没有方法？有方法。有方法。那电，那高压电，是不是上万伏的高压电有没有？有。我要用肉体去用拿铁剪去剪这高压电，我是不是死路一条？是是。必须把它剪断，什么方法？找方法。是不是有方法？是有。你妈必须爱人入己，爱人入己有没有方法？有。有方法。当没明白方法的人多半动肉体，弟兄姊妹要爱人如己嘛。你看大手一挥就讲，就从他嘴里就露出来，爱人如己嘛，要爱人如己，怎么爱人如己不告诉你，就是不告诉你怎么的。其实他自己不明白，他看见那经文也在那儿发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怎么能爱人如己呢？是不是啊？是。他就没明白这里的经意。只有耶稣才能爱人如己。耶稣钉十字架，为是为全人类的人钉十字架的，对不对？对。你能达到这个钉十字架为全人类吗？不能的。不能。是不是？上帝能把他的独那孩子舍出套狼，你能吗？你能这个无辜一个道上个要饭花的，是不是啊？被狼叼去了，你能把你的孩子来来来吃我孩子来别吃那药饭花，你能这么干吗？不能。你达不到，是不是啊？耶稣能达到，耶稣为我们这群药饭花，上帝为我们这群药饭花把他独生儿子舍出来了，你还不知道咋回事吗？这就说明他舍儿子就是要给我们的，我们没有爱人如己，他儿子有啊，
因为他儿子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嘛，就能将父神的形象和样式表明出来啊。那我今天不接受儿子的生命，我要靠肉体成全，傻不傻？傻。彪不彪？彪。那一定是彪的，是不是？傻呵呵，彪呵呵的，缺心眼的不是？啊，有多少人那么干的？有多少人靠肉体成全的？你去试看看那些很多的教会讲爱人如己，弟兄姊妹要爱人如己，都是哪个爱人如己？全是肉体爱人如己。他没有想到基督是本身就是爱人如己的，基督就是神的爱，基督总为神的能力，基督总为神的荣耀，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不是？常用他全能的命令，他有全能的能脱出万有的，你还要靠肉体，你傻不傻呀？傻。你看他没明白的时候，不是多半时候把这句话就全解释，直观的就解释成什么呢？啊，就是爱就是肉体上的爱。如果就肉体上的爱，世上都能找到。你给我一碗饭，我给你一碗水，就这爱。耶稣讲的爱，这是你给我一碗饭，给他一碗水的问题吗？耶稣讲的爱是舍命的爱。最大的爱就是舍命的爱，谁有这样的爱？啊，有没有？没有。人世间没有这样的爱，它是什么？舍命的爱，为众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这样舍命的爱。我们今天轻忽的把爱人如己对话就讲成人间，那你人间的这个爱谁都能做到啊？给100块钱，世人能不能做到？啊？假如道上有一个要饭的，给100块钱，世人能不能做到？能做到。汶川地震有捐，有的人捐，那最多的捐1亿，做没做到？做到。做到。耶稣说这个人做不到的，爱人如己这个要求的，爱人如己，他眨巴眼睛，你跟他替他眨巴眼睛，啊，他喘气，你替他喘气，这叫爱人如己。那替他喘气，替他眨巴眼睛，替他吃饭，是不是得你跟他融为一体呀？是不是？你得跟这个人融为一体，才能爱他如己，对不对？对。那么谁能跟另外一个人融为一体？你看你丈夫也没办法融为一体呀、啊。你别看你说爱我丈夫，你的爱都是外面肉体情欲上的，根本不是真正的爱。哥林多前书13章提到的爱，根本就不是人间情欲上的爱，是，对不对呀？对，是。你说你爱，我那天看那个唱的歌，没有爱的人唱出爱的歌，我怎么爱？海枯石烂，是不是？纯扯呀！胳膊上烫的那个男孩爱那女孩，女孩爱男孩，把用那烟头把那胳膊都烫烂了，全是疤。最后结果爱没爱？该解散。照样解散了，该离了照样离了，看见别人比那个好的，又准备逃跑了，是不是啊？是。又幻听了，用南方那个用北方说幻听了，像打麻将似的，一看这个比那个好，换一下了，是不是啊？是。所以耶稣保罗说自以为站立的稳的要小心，免得什么。对的，人的肉体没有能力，你信不信？信。人的肉体里没有爱，你相不相信？相信。人的肉体什么也不是，你信不信？信。就是软弱的器皿，所以是软弱的器皿。上帝不叫你软弱的器皿成就那个大事儿，软弱的器皿就得按照软弱待他，就得埋葬他，钉死他，丧掉他，舍弃他，灭绝他，拆毁他。对，是不是啊？是。神给肉体那个软弱肉体给一个出路，什么出路？就这个出路。人不舍，拿出来要行善，对是错？错。人不丧掉，拿出要行善，对是错？错。人不恨恶自己的生命，要用自己的生命成就主的爱，错是对？错了。错了。对不对啊？对。只要长脑袋的，都长心的人，就都能明白。除非不长心，我这讲的是圣经的话呀。耶稣叫舍己，是我说的吗？
耶稣叫上吊生命，是我说的吗？不是。王一浩说的要上吊生命。王一浩说犯罪的不是我犯的，是我犯的。你看有人就这么说的，我讲到说犯罪不是啊我犯的，乃是我犯。他心情听没听明白？没听明白，听刚听个头。我讲错了，怎么讲错了呢？他说犯罪的不是我犯的，乃是我犯的。错不对？错不错呀？错。他都没明白，连我讲话他都不认真听，你说你能好吗？你不认真听，我讲的不是我自己的话。我说讲我自己的话，你可以不听。但我讲的不是我自己的话，而是圣灵引导给我的话，你拒绝了也就等于拒绝主的话。就这个奥秘谁知道？先舍再丧再拆，恨恶自己，脱离自己，拆毁自己，灭绝罪身，是不是外体毁坏？这样经文多不多？多。我可以给你找到一大堆。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什么十字架，这样的经文特别多。新约我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耶稣说过，保罗说过，彼得说过，其他的人都说过。彼得说在罪上死，在义上活，是不是？是。肉体因罪而死，心灵因义而活，这保罗说的。耶稣基督说舍己丧掉生命，这是耶稣说的。他们都不信的，这经文他们全越过了。越过再去讲爱人如己，你说用什么爱？用大肉体去爱，用大肉体爱人如己是真的是假的？假的，假的。所以这叫假冒为善。你看不看？他们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把弟兄姊妹又转到假冒为善里头，就叫你自己靠肉体成全，把弟兄姊妹逼的死死不了，活活不了。是的，这不逼人呐？是。信耶稣是为了叫别人逼呢，还是为了得知真道，明白真道？那么这个道就是这么显明的，那我们今天就照着主所指示我们的这个路走，那就叫道路真理生命。走主所指示我们的道，就路就选对了，路就选对的人就得真理，得到真理的人，他讲真理的人就一定会得生命的。阿门。否则的话你永远得不着生命。对，你就跟宗教好，哪讲不都一样呢？完了讲圣经，那里边也讲圣经啊，是讲圣经，讲圣经和讲圣经绝对不一样的。我就拿这句话，我讲爱人如己啊，就不告诉你怎么爱人如己，他却不知道这个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这个爱从哪来的。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耶稣讲这个正反话，按照肉体说。他是什么反话？按照灵性说他是正话。你听懂了吗？听懂。对法利赛人的责备不是叫法利赛人要好好的，是不是啊？不是的，要守住律法。昨天我讲的对少年官说话是不是反话？是是。律法你是知道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爱人如己，要孝敬父母，这些话其实是反话。明知道少年官达不到，少年官连重生生命都没有，他怎么爱人如己呢？啊，他说我告耶稣，说耶稣就用的话就堵他口的，那是堵口的话，有的人把他拿来当正话教导。教训的话不能当正面教导来教导别人，对不对？你要拿正面教导不坏了吗？等到时候我查巴兰的时候你可以看，巴兰前面上帝是教导他，后面是教训他，不信你看，是不是啊？是。很多的经文它是教训的话，不是教导的话。耶稣对法利赛人说话那是教训的话，天天上殿里去教训人，教训呢，训是什么？训人，对不对？训人表明的态度一定不是好的，训人也包括着责备，包括讽刺，包括挖苦，是不是啊？训人呢就没有好的
话，不像教导人的用温柔，用和蔼，是不是？用劝诫的话语来教导别人，引导的方式，渐渐把一个属于他的儿女引到正路上来，这是引导的方式。那这个教训就不一样了，对一个人斥责，是不是？训斥，对不对？讽刺，还有什么呢？挖苦，这样的话都有。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以利亚对那个巴利先知，这句话就是讽刺的话。你那神睡着了吧？你快去叫醒他吧！他或在醒路，或在睡觉啊！你去叫醒他吧！什么话？讽刺的话。有的人好赖话都听不出来呀、啊，那好赖脸都看不出来、啊。你信不信？那小狗你要咬时间长，它能看懂你的好赖脸。你信不信？信。狗你养时间长了，它都会看你的脸形式。那狗你要给它个笑脸，它直接给你摇尾巴。那狗你要把脸又笑扁了，扁着怒了，它马上尾巴就夹在那个两个腿中间了，是不是啊？你不信你试试看，你家里养了一个听话的狗，它能看懂你的好赖脸。往往那人都不如狗啊，有的人真不如狗，你信不信？信。对不对呀、啊？对。还不如那畜生呢。耶和华明明就在以赛亚书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呀，你们却不留意呀。这就说明你连驴和牛都赶不上。根本就看不出来他说话的意思，这表明他是没有灵性的畜类，是不是？是。谁说话就像大人和孩子说话一样，那孩子要懂事的孩子，不用大人说话，一个眼神马上就看出来，啊，他为什么？是不是？大人在说话，孩子插嘴，那大人就把眼睛。就看他一眼，孩子马上住口了，不说了。表明听没听，明没明白大人那个意思？明白。明白了，有的人连明白都不明白。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该说我的。有的人就是这样的。用东北话说，打皮了，骂滑了。就已经皮了，皮了就是就已经木就木了，麻木了，皮了。不理解，你看这么多人这么多年传假道，就一直在假道里传，就把许多的弟兄姊妹陷在那误区里头，爱人肉体，你就使劲说肉体爱人肉体，却不知道这爱从哪来的。我们看第三节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吧，找到吗？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要求你最终结果是要把神的爱浇灌给你，要求爱人如己，要求你要爱仇敌，那必须把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我才能爱人如己。不是肉体上的爱，是属灵的爱，不是肉体上的事，是属灵的事。所以用属灵的话解释给属灵的人听，他才能听了；用属灵的话解释给属肉体的、属情欲的人听，那就感就简直就是什么？对牛弹琴，弹琴了。你跟牛俩唱歌了，你说哎，咱俩对歌对山歌，你看能不能跟对山歌？能不能？那个云南愿对，是不是对山歌？那情人才能和情人之间才有沟通，才能对上山歌。我爱你爱到什么程度？他说我爱你爱到什么程度？我日月思念你，又怎么怎么？他才能对上。你跟牛俩牛是，是不是啊？他有没有跟你之间有沟通啊？没有，没有沟通，因为他是动物，你是人，你人就必须跟有感情的有沟通，
跟没有感情的畜生能沟通吗？不能，沟通不了的。所以就是对牛弹琴，现在很多人赶不上牛呢，就那些有许多那个假传道人赶不上牛呢，他里面是死的，那个灵是死的，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不懂。这样的道弟兄姊妹听见了受不受益啊？受益，很受益。这是圣经原话，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说保罗讲的，也不是我讲。保罗这段经文说什么？圣灵降说就是，注意看啊，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所以我必须来接受谁的爱？神的爱。不接受神的爱，我就用我自己的爱爱人如己。你哪来的爱呢？你的爱在哪了呢？将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神的爱达到什么程度？设计啊，我们看，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找到没？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因他得名，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照他说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注意看，第一求他按照他丰盛的什么？他按什么谁的荣耀？我自取荣耀还是按照他的荣耀？按照他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借着什么？借肉体是借灵。借灵。那你借什么？借灵。神是灵，敬拜神的要用什么？灵。心灵和诚实。那你不借灵去借肉，我要用肉爱人如己，能爱了吗？不能。还有许多弟兄怎么一开始就憋在那里头，就出不来了，就要用肉。这里面第一，求他按照他按什么，我们就按什么，好不好？他按照他丰盛的什么荣耀，他按照他自己丰盛的荣耀，是吧？借着他的灵，都是他的，对不对？按什么？他什么呢？丰盛的荣耀，又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哪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第一，按他的。第二，按他的，使我心里的力量才能刚强起来。按肉，不按他的，你的心里的力量永远是软弱的。对。你肉软弱，你按软弱的肉，你一定是软弱的。神的灵是有能力的灵，谋略的灵，智慧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那么今天你按照他的灵，说按照他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才能使我们这个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天天教弟兄姊妹刚强刚强，怎么刚强？怎么刚强？按什么刚强？啊，很多人糊涂就糊涂在这个地方。天天教弟兄姊妹刚强刚强，哪刚强？保罗说我肉体的时常是什么？软弱的，没有刚强。那刚强也得按照他的灵啊，是不是啊？借着他的灵才能刚强，按照什么？他的荣耀，不按我的荣耀。那往往我今天我自取荣耀，女人我要荣耀我，荣耀神。耶稣说：“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儿子，好叫你的儿子荣耀你，对不对？”耶稣基督如果不按照圣灵，他得不得软弱呀？在科西玛尼园软不软弱？他已经道成肉身，软不软弱？成为我们的样式，软不软弱？他不软弱，还用天使给他加力量吗？啊！你按照你自己的肉体，你走来走去，你灰心、失望、冷淡、退后，你就坚持不到底的。包括这个道也是在内。为什么有许多人听我讲道，完了后乍听的时候，哎呀，这道真好，哎，这道真好，我从来没听过这个道，当时欢喜领受。其实遇见考验就什么，退却，就不在这道上了，不坚守这个道，一直到主耶稣来的人，有的人根本就不守道了。
最后呢，一开始刚强，最后就软弱，像一滩泥子，不往前走，是不是？不往前走了，就一直在那后边拉后，甚至说一些悖谬的话，有没有？有啊，开始特别好，欢喜领受，这就表明他撒在那个种子撒在哪地方？石头地上，土浅的石头地上发芽最快，但是遇到考验了就退却了。有没有这样人？就现在教会很多很多这样人，当时挺好的，哎呀，老好了，就知道四种田地我讲完了。那么今天这个道落在哪个田地上，你就证明一下你是哪种田地，是不是啊？我们是依然还是能持守这个道一直到底，还是最后呢走来走去就脱节了，就跟整个的道就脱节了，是不是啊？高兴的不得了，一开始是不是欢喜领受，后来就不行了，往后退后了。一开始坐的时候呢，上去跟讲坐着，仰脸看着我，还好讲道。后来呢，坐到那个地方去。后来坐到后面去，后来一看呢，就没啥意思，坐那去了。最后坐那去了，坐门口去了。最后呢，影都没有了，影没有了，是不是啊？连影都看不见了，哪去了？跑了。这道存没存在心里头？没有，没存在心里。没存在心里的人一定会跑的，就是再好的道，最后道场里面他也得跑，是不是？是。这样的人是没有定向的，对不对？他在主的这个救恩上不能扎根，他在整个的基督那个爱上他不是忠贞的，所以这样人永远是站立不住的。所以我从来我对那些当时欢喜领说，哎呀，真好，特好，这样人我就不抱任何的希望。看有他有一天他会离开这个道，我真，你看在网络上很多的同工，当时欢喜领说，当做同工特别欢喜领说，五分钟的热血，完事儿。最后上哪里找他都找不着。那个姊妹那个弟兄哪去了？好长时间没上网，也不听到了。哪去了？到哪去了呢？丢了，被谁抢去了呢？鬼，是不是啊？是。被鬼把这道从他里面夺去了。好，看这段经文，说天上各家、地上各家都因他得名，因谁得名？因耶稣，天上的、地上的各家都因耶稣基督得名，属灵界的、属物质界的都因耶稣基督得名，对不对？对。地球上的和天堂上的都因耶稣基督得名，因为上帝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谁了？耶稣。所以都姓耶。对不对？对。我们基督徒姓耶。不姓亚，姓耶，对不对？对。你承不承认？承认。你要不姓耶就坏了。你就不是耶稣的门徒，你得姓耶才对呢，是不是？对。你里边的人姓耶，你外边的人姓亚。你外边的人是亚当的后代，你里边的人是耶稣基督的后代，你信不信呢？信。你一定要分清楚，我这跟你讲的时候，你要肉灵不分的话，你就拿这句话，你就拿它，就领受不了，就跟等于给你吃个金箍棒，好吧？你信不信？是。因为你现在肉灵不分的时候，你拿过的话，你吃不消的，是吧？你吃完了，你也消化不了的，是。囫囵吞枣，吞下去能不能消化？不能。消化不了，没嚼。你没明白没理解这句话，你就直接把爱人如己拿过来一应用就卡在那地方，你信不信？一应用你就消化不了，吃不了，吃不消的。神的话就是这样，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愚人
得以什么？增长。他没解开，你生硬的拿过来，就吃下去了。刚才我上那边的树，那个叫什么果？木瓜。木瓜果。那搁树上长的木瓜，特别好玩，一年四季都结瓜，对不对？但我先去揪一个那个烂的，为什么会烂呢？没人吃，时间长了熟了，它就烂了，是不是啊？那上面还有结那么多的木瓜，对不对？你木瓜不熟的时候，你去吃行不行？吃不了的，这里头承受不了的，是不是啊？今天照样的，神的话不解开，你能不能吃？你吃不了的，吃完你照样是消化不了，自己就叫你死了，一下就给你噎死了。虽然不信耶稣，信耶稣也什么意思啊？因为你没得着甜头，是不是啊？那些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就知道神的道是何等的甘甜。那些没有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他感觉神的道不就是叫人生，叫人爱人如己呢？谁能爱人如己啊？是不是啊？他马上就看外面自己叫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叫新人爱人如己，旧人不能爱人如己，是叫灵人爱人如己，肉人不能爱人如己，是不是啊？是叫基督人爱人如己，不叫亚当人爱人如己。我们有一个亚当人，有个基督人，哪个人？你选哪个人爱人如己？灵人爱人如己是肉人爱人如己，从亚当来的爱人如己，还是从基督来的爱人如己？新道的人爱人如己是旧道的人爱人如己，属灵的爱人如己是属土的爱人如己，属天的爱人如己是属地的爱人如己，到底是哪个爱人如己？一看就得误在那个，是不是啊？好，再看啊，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里面力量刚强，一生果效由哪发出？心发出，先里面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心住在你们心里。他怎么住在我心里的？因什么？因信住的。你不信他不住，你信他就住，对不对？对。因着你们的信，这是途径，住在你心里，这是结果。阿门。对不对？对。你不信他不住啊，住在你们心里。下面再看，叫你是吧？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的。他不住在你心里，你的爱心哪有根有基啊？所以你的，一听见这句话你就吓一跳，一看见爱人如己这句话你就吓一跳，因为你没有根没有基的，就没有底，心里就没有底了，对不对？这谁能爱人如己呢？你马上这么想的。住在你们哪里啊？心里。叫谁去住进来？基督住进来，这样你的爱心才能有根有基，能以和众生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谁的爱？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啊，那既然是基督的爱，不是我的爱，你用肉体爱能不能爱出来？一定是爱不出来的。使劲能不能爱出来？努力爱出来，咬着牙跺着脚的爱能不能爱出来？照样爱不出来，因为你接受的不是基督的爱，不是叫基督住在你心里，叫你们的爱有根有基，你这个是无根无基的爱。表明根基，耶稣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的基，是我们的源头，对不对？对。没有这个源头住在你心里，你使劲爱不上来的，累死也爱不上来的，对不对呀？对。这话奥不奥秘啊？奥秘啊！这话奥秘，实在是奥秘。基督都没住进去的人，还使劲爱，还强调爱呢。连重生生命都没有，还强调神性，强调爱。弟兄姊妹要爱嘛，要爱人如己嘛，使劲爱嘛。你们爱了，爱人如己呢，那才对呢。这叫遵行主的道。你没明白怎么爱人如己？没有根基的爱是爱人如己吗？我建立在肉体上，建立在沙土地上，我建立在基督身上，是基督的爱。基督住进我里面，他爱。神用基督，用他自己的儿子的爱来爱人如己，不是要你用地上的爱，不属于他的爱来爱人如己，是不是啊？
你用肉体去爱，就等于体贴肉体呀、啊，因为你肉体没有爱，你为什么要用肉体去爱？你怕肉体死啊？因为这里边先叫你舍己，才能有基督的爱，是不是、啊？我舍了我自己，没有我自己了，基督在我里面长大成人了，谁爱？基督爱。是不是圣经的话？是。所以这圣经很奥秘的，它是一条线穿下来的。你给穿错了，往肉体上穿，一下就完了，是不是？那珍珠和那个石头块能穿在一起吗？不能。你穿在一起相不相配？你戴上来试试看了，拿一面穿石头块，一面穿珍珠放在一起去了，你说它相不相称？戴在脖子上，相称。啊，那狗和那羊圈在一起吗？不能。啊，那狼和那羊圈在一起吗？不能。那不行的，你把你家那孩子和你小狗放在一起吗？晚上就放狗窝里行吗？他说没办法穿的，你把肉体和基督这个生命给穿在一起行不行？不行。肉体里没有良善，保罗明说的，而基督是有良善的，那么基督住进我心里，我的爱心才有根有基的，就能以和众生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有基督住进去你才明白的，住进基督不住进去你一直是糊涂的，就像人睡觉的，睡觉刚醒过一觉叫醒的时候稀里糊涂的，是不是、啊、过一阵子才醒悟过来。那么今天呢，基督不住进你心里，你就跟睡觉一样，因为你的心灵的眼睛没被照明，因此呢别人说什么你就用肉体来成全，你用肉体成全失败了还是成功了？失败。失败。当今教会天天在罪里活的那些教会是失败了是得胜了？失败了。小子们啊，你们已经胜过那恶者，你们已经胜过世界，你们已经胜过罪恶，是不是这么说的？是。那这群人胜过罪恶了吗？没有。胜过撒旦了吗？没有。胜过世界了吗？没有。他们都没有，他们嘴上唱的高调确实没有胜过，我们今天借着主的道已经胜过那恶者，胜过罪恶，胜过世界了。对，对不对呀、啊、对。好，再看长阔高深是人没有办法形容主的爱有多大有多高有多宽有多阔，就用这几个字来形容，长阔高深，长长到什么程度？没有头。阔阔到什么程度？没有边儿。高高到什么程度？你够不着。深深到什么程度？你下不去。是不是啊？是。大不大？大。无边无厌的。是不是啊？是。无边无厌的这样的长阔高深，你人没办法形容，就用长阔高深来形容基督的爱。那基督的爱既然是这么大的，我用肉体去爱，我拒绝了基督的爱，这等于忽略了救恩，怎能逃罪呢？逃罪。把他的爱说的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把人说的是什么？没有爱，根本就没有爱。他不是说谎，你真的没有爱，你真的有限，你真的软弱，你真的没有办法，不会爱，你连爱都不会呀、啊，你也没有爱，你也不会爱。目的是把那个长阔高深的爱接到我心，我要想接受他的爱，我必须接受那个有爱的基督。阿门，阿门。我没把有爱的基督接进来，我就靠肉体，因为我不具备基督，我就得靠，我就得拿什么？拿肉体，是不是啊？是。我上山去打。打老虎去了，我去不具备枪，我就得拿一个什么麻杆、麻杆子、麻秸，麻秸就举起来，老虎看怕不怕你？啊！我不具备那东西，我拿麻秸去打去，拿麻秸打能不能打死？啊？麻呀，麻把皮扒完了，里边那个剩那个筋，轻不轻？轻。软不软？软。很软。拿那个，
拿苞米桶、玉米桶，就是抱出来那个玉米桶的人，小孩去吃那个玉米桶，拿过去打老虎去，能不能把老虎打死？最后谁死了？谁死了？傻不傻？因为拿的工具不对，是不是？那一定会死的。谁死了？是老虎死了，是你死了？好，休息一会儿。